今天是9月17号，星期六，天气呢晴天。那今天呢，终于独自一个人在山上，因为女主呢，有公务在身，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，那留我一个人呢，在农场里面。那在农场的日子呢，当然趁着好天气呢，做一个换季前的准备吧，也就是把夏季的一些被褥呢，洗洗呢的准备收起来，换成冬季的被褥呢，出厂。其实前几天就已经更换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来收拾夏季的被褥，所以等到今天才正式的开始。来做清洗的动作。OK， 我们已经清洗完毕，现在呢，正在把它晾干。那现在呢，也趁着这个时间呢，来去巡视一下农场了，走了。这一棵是我们的号称乡巴的扦插的，那这次应该是第二年吧。那这边你可以发觉，最近呢，它又结了新的果实。那上一批的果实呢，结束了以后，发觉一个问题，就是太小了。那今年呢，可能果实都会偏小吧。那我是有做束果的动作，所以，慢慢看吧，因为最近它才长得不错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，香巴勒咯。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，东边的情形。这边你可以发觉我们家的这个所谓活手瓜，都已经顺着这个竹子呢，往上攀爬。这也是我想让它往上攀爬的主因是，希望它能够结个活手瓜。这里面当然也有皇宫菜，那皇宫菜呢，这边很明显呢，也开花了。这个过一阵子呢，等它稍微成熟一点呢，我再用袋子把它套起来，也就是收集种子，明年呢才可以长得更好，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所谓活手瓜跟皇宫菜的部分咯。这边是我们女主呢，培植的一些洛神，它为什么没有种呢？因为最主要要怪我呢，用错了种子，其实女主培植的这一批呢，洛神呢才是最新鲜的种子，那我用到的是前年的种子，那女主这次培植的呢，只用去年的种子，结果人家它就长得不错，所以这个种子用错了还真麻烦，所以我今年只有2颗比较大的洛神咯。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西边的情形。你会发觉秋葵呢，也不是真的没有虫害，只是因为它还没长大。你看它一长大以后，你就会发觉没采收，它就被虫给吃了。OK，我还去赶紧采收吧，这可以当我的晚餐喽。这是我们菜园子是种的番茄、黑番茄跟四季豆。那四季豆有一点点虫害，应该是瓜牛来啃食吧，但没关系。长几颗算几颗吧。那这边唯一要隆重介绍的，应该是我的无花果扦插的部分。这一颗无花果呢，就长得比较好，比较没有受害的感觉。那等一下呢，拿点水把它浇一下吧。倒是我们家的这个地瓜呢，可能下礼拜呢就做一个采收动作吧，因为这些地瓜呢，可能还要再重种，因为它的茎部呢，已经有一些老化，也就是要挖地瓜的时间又到了吧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地瓜，也就是菜园子，四的生长情形咯。